什么叫真正的篮球？哇，原来这就是篮球呀！哼，看我飞龙在天！呀！撒！帅吧？老板，这是我们家篮筐。嗯。奶龙，是时候展现我们苦战的配合了。小七，接着！奶龙，接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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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龙，喂，半个小时了，你们到底投不投啊？哦，我们就苦练了这一招啊！老板，没时间了。别慌，我还有绝招。是传说中的篮球火，小七，我们要输了。老板，篮球着火了没关系吧？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。哎，我们赢了！电视剧不是这么演的。